今天我们的课是快步舞如何变得更轻盈。我们快步舞是一个灵动的舞蹈，它有着它特殊的快步舞当中的奔跑步和弹跳步，这是在其他的舞种当中不可能出现的舞步。由于它的奔跑步和弹跳步在整个套路组合当中占的比例特别的大，大概要占到80%到90%的位置当中，所以呢，整个快步是以奔跑、弹跳为主体的一个组合。当然，我们平时练习基本步，也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练习我们踝关节的缓冲和膝关节的弹跳能力。练到的基本步，真正在比赛套路当中，我们用进去的步子很少，但是基本步的练习对于我们踝关节和膝关节的配合，以及踝关节和膝关节各司其责的过程当中，会更加的明确和得到练习。那么在我们快步的轻盈当中，我们会分到两个部分给大家讲。第一，你的身体